做人咧就應該要有希望，先至活得精彩嘅。冇希望就人生真係慘啊！真係。如果冇希望，在我嚟講咧，這個生活咧就變咗行路我又慢咗啦，思想又會慢咗啦，人生裏邊咧所有嘅色彩都係灰暗咗。個人好唔開心，好灰啊！真係，因為你每日都係做嗰啲嘢，一日過一日，一日過一日，幾時先捱得佢大啊？咁即係可能湊咗十年啊，點算我點過一日子啲啊？真係。終於找到希望啦！咁呢一點就是希望啦，就是你不走出第一步，咩希望都冇。咁在我嚟講咧，我的生活裏邊咧都是高清咗。係點解用高清呢兩個字呢？高咧就是代表我理想是高咗，清咧就是我的目標清晰咗。由2008年开始 ，Cindy 同埋 Bella 都加入咗花旗集团赞助嘅希望户口扶贫计划，正式踏上脱贫嘅希望之旅。